我们现在把二氧化碳打到这个罐子里面去，让这桶子里面装满二氧化碳。那因为二氧化碳的密度比较高，所以它可以把空气挤上来，也就是这个桶子里面呢就会装了二氧化碳。现在我们把这个点燃的蜡烛一样放到刚刚的桶子，只是这桶子已经装了二氧化碳，看一下烛火的状况。进去之后烛火就熄了，因为现在里面都是二氧化碳，所以没办法点燃的。